对。怎么了？这么好笑？猴子明天要刮了，今天理发，明天要刮猴子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可以省钱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关系啊。谢谢你。有需要厕所再帮你。不要，他欺负你，投诉他，他刁难你就投诉他。好，谢谢。有需要厕所再帮你开。我是说他可以破。你到时候误会嘛，我就听着就误会你了、啊。你要误会我？对呀、啊，到时候再欺负你，欺负路人啊。那今天欺负你，那你看，那也是他毁的啊！啊，那也是他毁的、啊。那毁那冰淇淋冰箱那个是他毁的、哦。对啊。我要干嘛？他叫我们毁的。我他叫你毁啊！啊，毁他说什么？广雅大楼说要把他，然后还叫我们拿篮子遮住。好啊，没有。对啊。嗯。你看，你都不知道。嗯。我不管事啊。他就骂我说：“你最不负责任。”对啊，小孩子是你的，我干嘛负责任嘛？对不对？你说嘛。可以说嗯，等等。